我喜欢画画，是演员、主持人，也是一位妈妈。我喜欢唱歌，我是歌手、歌唱导师，也是妈妈心目中的宝贝儿子。这次我们都是见证新一季《好声 Family》诞生的常驻评审，见证歌声中的亲情流露，也见证最动听的幸福回忆。好声 Family 第五季，7月7日起，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，八度空间原创最霸播出，你也可以下载敦敦 App 收看哦。亲情